贤在算了，现充江湖，现充开心，马上收台，敬请期待。罗志今天是在这个小树林这边开的戏啊，这边已经开始切菜了，这边的菜都要把它切一下。今天的任务比较重，这锅是红烧肉啊，马上炖好了。酱牛肉，三个人同时切，做麻辣大鲤鱼了啊！那边是红烧肉，石头两个搭配着，来放点水。徒弟快出师了啊，一定做这俩菜的。鸡胗改下刀，煮盐水大虾了啊，也是两个锅同时做。今天有李师傅，罗子马上开始上菜了啊！老李跟小王子都在忙。今天大徒弟、二徒弟、三徒弟都来了。你在做啊？进门人比较多。我这开始划肉丝了啊！小王子在划肉丝啊，炸地瓜丸呢。马上开始了，今天肉丝下锅了啊！哎呀，下这锅咕嘟咕嘟的冒烟烟。好，京酱肉丝冒烟烟，不倒。好了？不。看你好不要好。地瓜味味。我应该没事，别烧味。大锅，地瓜味。得快点啊，提前摆好。先摆好，慢慢的做的差不多了，马上开戏，加盐子，猪肝拌盐，搁里边，不桌子不拉，老李啊，把桌子不回呀，马上开戏。天冷啊，把这个甜蜜蜜热一下。一年光吃桌的了，360天不得吃了半天，你想想，那活不少了，活不少了，李。好了，甜蜜蜜。快的了啊！三块的，一刀台。还是老李跟你，老李出马一个顶俩，胖的有点肥上，胖的为啥带胖？带的是中德上你的碗。今天两边上菜啊，王子徒弟老李啊，烧鸡了啊，五香六大鸡。哎，八个，太厉害了。油炸扒肠，烧鸡，五香六大鸡，六大鸡，六大的不好捞了。鸡胗，
还有萝卜吧，来点小青菜搭配鸭腌，吃去吧，吃去吧。加点香油，现在加香油，来点香油，香油的瓜味啊，慢慢的加饭，把肉的了啊，酱香肉的。大鲤鱼，来点香菜，呀，放个那不着。哎呀，厉害这！六七个的啊，太厉害了。王子在这边做汤啊，老李在那边上菜。花鸡汤，马上该上碗了。知道吗？知道。哎呀，这个落得高高的，羊肉丝最后一个菜，还有红烧肉的，那是八大碗里边的，你这徒弟没学好呢，没来过这边是吧？第一回，上碗了啊，八大碗，花鸡啊，第一碗。背碗的酸汤白碗，哎呀，这边厚碗的啊，背碗碗的太味，厚的碗红碗的背碗的肉碗的熟肉花肉，没有碗的不叫八大碗，酸汤小酥肉，这里蛮嫩的。别把碗给他舀溜，不用不舍得舀。舀里给他那个往外淌。红烧肉，上肉扔没了啊。蛮嫩。这会儿。好的。什么？蛋米米。嗯。啊。怎么办？上那个，这个牛啊，上牛啊。罗子。